黑六，再来录。不来了，姐不来了。搁这腌制啊，搁这腌制了。这是算老叶啥？啊？搁腌制算老叶还是嫩叶？嫩的。看着搁这儿啊，这一笔吧，然后再补一笔。那个叶子放外头，那边看不见了，我看这边，不知道。慢了不行。不能让它起来。我们下去要轻轻拉一点。你看这个瓣儿啊，咱在这实际讲啊，这个瓣儿露出这块白的了吧？是不清晰啊？对。踢一踢它。这样老远看是不是就白瓣儿？这就堵一堵它。一堵吧，深点的把它撑出来。这挺密的，就不管它了。
有时候乱写的。哎呀，趁你不注意啊，赶快走！一会儿你老管制我，真是。你说我这一会儿消停画画画画的。看你没吱声，我赶快画。就是一段画。老师老怕你给按暂停键。我们这老师弄的拧的那么多，一会儿拧上有点着急上。太难了。是画嫩叶的时候调那个颜色，是也得根据这个花的颜色调嫩叶。剩下这颜色，搁点胭脂就行，搁点胭脂就行。看你有的时候用胭脂，有的时候又用那个。这是啊，对对对，以后盘子、绣儿啥有没有基本的用法，不再干挑色。啊，不是根据花来挑的。差不多就行，因为你在正式画画的时候，必须把色都没到位以后，画要画正规画画的时候，准备好的。那我觉得这样随意的更好看。嗯，是随意画就这么随意，毛毛糙糙的更好，整的啥时候都四眼齐，不一定到位。对，丑的特潇洒的。嗯，是吗？我就画画就毛毛糙糙的，就不用那边。那就随意。就是咱弄就行，你这不写意吗？对呀、啊。那所有的毛糙对了呗。那就对的呗。对的。毛糙人才能适合写意。对呀、啊，那工笔你看我就学不了，我一看啥呀，那不整不了。你这哪是画画啊？那是绣花呢，是吧？结合。你看我这也挺灿烂的。你看半天没吱声，我画一幅画，画相当好。就这几个小叶，还比那大叶好像难画呢。哎呀，再点吧点吧，就画了去。这是越画越大呀！哎呀，这个不便宜，不行。